，Hello， 我查米，我龙爷，一只。OK， 今天来到了暴龙兄娱乐码，今年10月多的重庆的开幕，飞鱼钓鱼人就一定要来观光一下。对，那就让我们来 ，Let's go。今天先换我们的那个欧库玛的，我是珍妮，我是玉轩。OK。那请问一下，今天这支钓竿我们是来做什么？这个嘛，就是让我们拿来钓鱼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这次钓的不是真的鱼，我们这次钓假的鱼。哇！还可以拿起来，是不是很大只呢？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们就要来钓这只鱼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就开始哦。直接开始啊？对，我们就直接开始了。来，看到10秒之内就可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一秒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！1秒钟，2秒钟，3秒钟，4秒钟，5秒钟，6秒钟，7秒钟，来到我们的导览行程的最高潮的部分，我们的虚拟高潮虚拟体验区。哇，弟弟，好酷哦！这里呢会像一个船头的一个好舒服哦设计。等一下呢，会在这边去钓鱼。等一下要钓大鱼吗？要要要啊要！好，那等一下留在去年好了。好，来，真可怕哎！来，准备哦。那我们线是4号底，线是应该是不会断的。停住。来，我们挑战的是鲶鱼。那因为这台机器是法国进口的，所以它的鲶鱼呢是设计国外的巨鲶。国外的没有，盯住哦，盯住就好。如果觉得太累的话，直接离开我们的电池，游戏会暂停。我靠！哇！鱿鱼啊！好，那这卷毛还不够，还不行，因为它力气太大了。我相信你应该也卷不太动。好，那这只杆子的成分呢？它的玻璃纤维成分占比较多出一点，所以会发现它的松度比较软哦。好，因为这只杆子也被很多客人玩过了，所以它的吊哦，老姑妈，我靠，只有2级而已，对，只有2级而已。我们一个礼拜平均只有大概5位参赛者会过关。就是体验软杆，但是软杆细线搏大鱼的一个感觉啊，会蛮刺激的。哦，等一下，这要多久啊？通常钓起来大概会是5分钟至10分钟。5分钟至10分钟，我都是试试。阿信，龙龙哥，接吧，接吧，等下，等下，接吧，接吧。好，继续。要小心哦，因为这一只是淡水路亚竿，它的握把手，它的 EVA 握把没有那么长。所以这边除了河鲶还有什么？这边的话，淡水的话，我们这边开放鳟鱼、鲈鱼、狗鱼、鲤鱼。那最厉害的就是这个。目前最厉害的淡水鱼种是这个。那海水？海水的话会是旗鱼，那不同鱼种拉力又不一样。OK， 好，那让我们进行下一个部分。OK OK， 来了，20罐梨子。最后的10给我就可以了。那我觉得不好握的话，对你就可以直接把手直接握住就可以了。出现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了有了，不要上一次有。放上去。放上去。哦，咬的。有人因为踩了，
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差不多快浮水了。斧头要斧头了，斧头了，斧头了，斧头了。还掉，还掉钱，还掉钱。哦，干饭。啊，这体验还蛮好玩的。然后我们挑战的巨年竟然换了三个，对，巨年四个，不了四个。Hello， 那今天的过程非常的开心。嗯，那我们再次请我们的珍妮吧。是。那这边有小活动告诉给大家哦。好，今天只要在这个影片下留言，我爱宝熊娱乐码头，我们就会送出三样礼物。那其中有两样呢，是钓鱼人应该会蛮喜欢的假耳钥匙圈。有一个紫色跟绿色，我要我要，很中性的颜色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我头上的憨憨熊会送出一只，对，这个大奖大奖。那有大家有喜欢的话，都可以留言我爱宝熊娱乐码头，谢谢大家，钓鱼吧，宝熊娱乐码头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，哇！好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